是大碧路，守一个外风说阿门，因为这位不是你与他相见面，与他有千百次的交谈，都想成为在你一路跟随他的旅程中神引导你，从你所知道的路，你得到的益处并不会太多。如果神引导你，从你不知道的路，从一个外风说，因为这会迫使你与他相。所知道的路，你得到的益处不会太多。如果神要引导你走你不知道的路，从一个外风说，因为这位博士你与他相见面，与他有千百次纪念，在你与他之间。最后一遍，如果神引导你走你所知道的路，你得到的益处并不会太多。如果神要引导你走你不知道的路，走一个。旅程中永久的纪念，在你